弟兄姊妹平安，奉耶稣的名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是美好的一天，要看到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也让我们每一天都遇见很好的机会，也祝福每位弟兄姐妹今天都是得胜的一天。约翰福音六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第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众人对耶稣充满期待。不过这个期待是错的，他们要强逼耶稣做王，那么因为他们想，只要耶稣能够做王，他们从此以后大概不愁吃穿，耶稣能够满足他们肉体上所有的需要。耶稣的反应很特别，就是他知道这些众人要强逼他做王，他就独自的退到山上去了。其实这里给我们有很多的思考。第一个就是，我想众人的期待常常都是错的。当我们谈到众人，或者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就是民意我这样说，从圣经来看，民意的方向大部分都是错的。所以民调高不一定就是一定是对的因为他们只希望吃饼得饱，所以他们要强逼耶稣做王，可以满足他们的欲望。但是耶稣很清楚，耶稣来并不是要做地上的王，相反的，耶稣有一个命定，就是他来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要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赎罪。所以耶稣的道路是用爱来改变这个世界，不是用做王来改变这个世界。简单讲，他不是用政治的权力来改变这个世界。因此耶稣他就独自的退到山上，我深信他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寻求神，那么让自己安静下来。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迷失在众人的掌声里面，当众人都为我们鼓掌的时候，肯定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所以他需要退下来，一个人上山与神独处祷告，重新澄清自己的意向和呼召。我觉得今天神的仆人，我们服侍神的人，其实仍然是要非常的小心特别是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媒体的时代老实讲，沉迷的也快特别是透过电视媒体、网络媒体，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放大了，所以一些传道人恐怕也是很容易沉迷透过媒体，所以很容易就有很多的粉丝、很多的掌声跟肯定所以这是一个趋势。当我们面对这些肯定掌声的时候其实人们往往对传道人有过高的期待，以为我们能够做什么其实我们不过就是神的仆人，能够分享神的话、牧养，我们是上帝的仆人，如此而已。我们不能够做什么，真正能做什么的就是把人带到神的话语面前，或者把人在祷告里面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传道人真的是需要常常像
学习耶稣的榜样，特别是感觉到自己很受欢迎，感觉到自己很被肯定，我觉得那个独处的时间是更重要的。所以免得我们在这里被人家强逼，人们给我们很多错误的期待，而我们没有澄清，甚至我们落入诱惑跟试探当中，真的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我想那就是非常大的误解。所以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也相信对很多人都需要一些的提醒，就是众人的期待不一定是对的，而且如果从圣经来看往往是错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跟神祷告，神的旨意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二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我可以想象在狂风大作、海水翻腾的黑夜里面，你看见一个人在海面上那么行走，而且走向你的小船，一定是非常的可怕。但是后来门徒慢慢的发现，这个向他们走来的这个人是耶稣，就欢欢喜喜的接耶稣上船，然后船立时就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叶孤舟在黑暗中前行，很努力的摇橹，但是缓慢的前行。如果中间都遇到像风暴，在黑夜中遇到风暴，那就更加的辛苦。而耶稣就是在我们人生的风暴中走进我们，他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害怕的，而是为了要拯救我们上岸的。我们的人生难免会有遇到风暴的时刻，这是现实。那么我们不必求说人生没有风暴，当然也不用求说人生有风暴，反正风暴是难免会有的。那么在风暴中间的差别，其实往往不在于风暴的大小，其实差别在于在你这一叶人生的孤舟上有没有耶稣在你的船上。在你的人生的路上有耶稣没有耶稣，可能在风平浪静的日子不太分别得出来，但是当在这样一个暴风大作的一个夜晚里头，你就看到船上有没有耶稣，那可能就是人生中的差别了。而且耶稣来在风暴中间，他来靠近我们并不是要使我们害怕，而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些风暴，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抵达人生的目的地。所以很多人什么都不怕就是怕信耶稣。我真的认识一些朋友叫他是赌博不怕shopping 贷款不怕投资不怕什么都不怕，但是你如果约他来教会他就很害怕我也不知道他怕什么。很多时候人们就是很多人什么都不怕，就是怕信耶稣。我在这里我真是想要鼓励我们很多的朋友弟兄姐妹们，耶稣来不是让我们害怕的，耶稣来他是要来拯救我们脱离人生的风暴的。所以如果你像这群门徒一样，当你看到是耶稣的时候，那么不要害怕，那么欢欢喜喜的接他上船，你会看到耶稣来的目的就是带领我们脱离那个暴风圈。而且你会很惊讶，你过去在一个人努力的在风浪中摇橹缓慢的前进，很辛苦。很奇妙的是，当耶稣上了你人生的船，你发现你会突然发现时间过得很快一年一年的过，你转眼之间你就到了你人生的目的地，你就发现你不再度日如年，你觉得你会欢喜快乐，而且耶稣的引导下会到达神要你去的地方。所以不要害怕信耶稣什么都可以怕，不要怕信耶稣，因为耶稣来要带领我们脱离人生的风浪，帮助我们活出我们的命定，抵达我们人生的彼岸。我们一同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恳求你，许多人害怕信耶稣，有很多的挂虑跟重担，但主啊，耶稣来不是叫我们害怕，耶稣来是帮助我们度过人生的风浪。主耶稣，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难免有风浪，但最重要的是当耶稣走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像门徒一样
欢喜快乐把耶稣迎上船，就看到耶稣是使我们欢喜的耶稣，耶稣是使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的耶稣，耶稣何等的奇妙。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